泰勒斯，我觉得泰勒斯会不会更大？他创造了新加坡上一次的那个利益，是几十亿还是几百亿啊？全球的影响力的女性其实还是很多。2023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女性拿下第五名的是 Beyonce 还是泰勒斯，请解答。哎呦，。我觉得泰勒斯会不会更大？他创造了新加坡上一次的那个利益，是几十亿还是几百亿啊？是全球全球的影响力的女性其实还是很多请揭晓，掌声鼓励。好，可以看到，在这个富比士排行当中呢，2023年全球最有影响力的百大女性当中呢，即使啊，在这个前五名哦，第五名呢，也是呢这个演艺人员的第一名就是泰勒斯，那其实已经相当不容易了，因为呢前四名啊，基本上一次排开都是女性的政要，而第二名呢，也已经是连续两年荣获了龙头宝座，也就是呢这个欧盟执委会的主席范德莱尔。张默默来。哦，七楼之三。七友之三，等一下，你们两个，我一先看，我就看到我们两个数，怎么了？真的是完了，这个有没有？真是好啊！你抽到的是张梦书的，是张梦书抽到的是陈彦祖的，陈彦祖待会再抽到，你就是谢祖谢，我应该抽到这个，妙了吧？你们这个食物链，网球鞋2472块。你看，那还好。你在学打网球啊？还是我才刚买网球，还没去打而已。我只买了鞋子，还没打。准备要练习。我们学一个运动是先买鞋啊。我那些鞋，要买更好的鞋啊。哇，怎么会这么刚好啊？我怕太狠了。网球鞋的结构跟一般鞋不一样。对。还有1分13秒，那个林坤峰，哎，跟我们一起玩好不好？好。那杨志宇，我在。都有吧？有，是不是没有电而已，奇怪，是按不到啊。请出下一题。2024年普利兹新闻奖的特别褒扬奖是颁给在以哈战争还是乌俄战争前线的媒体工作者，请抢答。李文婉。乌俄战争。乌俄战争，请揭晓。不是啊。好，的确哦，这个普利兹新闻奖呢，他们呢现在有一个特别褒扬奖，就是呢针对以哈战争在前线的这些新闻工作者，他们呢就报道了呢，在这个巴勒斯坦还有加塞地区、加塞走廊啊这个地方呢，不幸丧生的人民们以及这边战争的惨况。那当然呢，能够身处在第一线呢，的确是一件非常伟大的情操。全新赛制带你一起长知识，用你的智慧解锁财富大楼。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全新攻略，快点来订阅！